佩慈与彭于晏主演的电影《分手合约》上映一周就超6000万票房，情侣档的两人自然功不可没。而日前还传出彭于晏对吴佩慈有好感，意图追求。16日，吴佩慈出席活动时就笑言对方不是他的菜，吻戏更像走走过场，毫无 feel。因为我们两个之前演过电视剧，是演姐弟，然后这次演情侣，我自己心里还蛮不能接受，我觉得还蛮乱伦的。说有心动感。心动还是就融入剧情，我已经不记得，我连他嘴唇的触感都不记得。电影冲出2亿票房，吴佩慈对于自己的演技也更有信心，还想尝试各种另类变态的角色。人生嘛，现在要多尝试一些有趣的角色，所以我希望各式各样越变态越诡异，大家觉得越不可思议的角色，欢迎来找我演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那样子会替我自己创造很多新的一个不一样的东西。